Oh, no. Oh, no. How did you do that? Watch out. Oh, no. What the hell? Hello. Oh. Momo. Hey.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Bye-bye. She locked with her hand. Bye-bye. Have to close the curtain.其實因為不單止佢啲植物的形態係好靚啦，跟住我又去特別留意佢嘅花翹係好靚，佢都有好多 option 俾我揀咯。哇！吉死人啦！得啦，呢棵都勁 Q 啦，係嘛？一號、二號。Oh yeah！其實呢幾年嚟啦，你會聽到越嚟越多人討論或者推崇一種飲食方法，就叫做低糖飲食。咁我自己叫做真係開始接觸低糖飲食咧，就係我有 BB 嗰陣時候，好多醫生咧都會建議孕婦，尤其是喺孕中期啦、孕後期嘅時候咧，要俾心機控糖。個原因咧就係原來我哋一有 BB 嘅時候咧，個孕婦嘅身體會突然間會好想取多啲糖分。其實我自己控糖嘅 journey 咧，就係由我孕中期開始，去到而家生完 BB 都成大半年，我都仲控緊糖。所以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控糖期间会吃的一些嘢食啦，我的一日三餐或者一日两餐，我不知道我今天会吃几餐，咁就俾大家望下究竟所谓低糖的飲食系咪真的咁难食咁难顶咧？咁我平时系食开啲咩嘅咧？事不宜迟，我哋嚟整早餐啦！今日的第一餐咧就会吃虾。呢、這個咧，我真係經常食到姨姨望見我嚇、啊，你又食呢、這個，你悶唔悶啊？跟住有日走嚟拍我膊頭啊！其實你不如教我點樣整，咁遲下你想食嘅話，我就可以直接整俾你食。呢一個咧，可以喺不知不覺之間令我食多咗好多菜。早黃咧，最緊要將佢攤翻平少少、薄少少啊，因為畢竟今次我用嘅係生蝦，有時我會用一啲熟嘅冰鮮蝦嘅，咁嗰啲就可能你隨意啲都 OK， 但今次咧真係要 make sure 啲蝦係熟先 OK， 咁就將佢攤翻薄身少少啦。一、二、三。其實乜嘢係低糖飲食咧？定義上面就係我哋食嘢嘅時候，盡量去減少一啲糖類，即係碳水化合物嘅攝取，令到我哋身體入邊本身大部分時間都係攞嚟提供能量嘅葡萄糖啦，同埋肝糖佢嘅含量變得極少，而卡到強迫我哋身體之前儲落嚟一啲脂肪儲備咧去燃燒去提供能量，以達成一個瘦身減脂嘅效果。咁但係低糖飲食入邊講嗰啲糖咧，就唔係淨係我哋平時食嗰啲糖啊、雪糕啊、甜品蛋糕，咁嗰啲糖咧其實都係糖嘅一種，但係米字部嗰只。糖咧就主要讲紧啲精致嘅糖分，而低糖飲食嗰个糖字咧，其实多种碳水化合物嘅统称，咁所以会有多糖啦、单糖啦、双糖。咁另一个我行低糖嘅时候，我朝头早餐好中意食嘅咧就系 Greek yogurt。終於吃得早餐，其實不用拍片的話呢，這個大概我15分鐘就整得完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都接受到勁中西合璧，又甜又鹹的組合，我個人呢是可以吃一口鹹東西又吃一口甜東西是完全沒問題的。簡單單純得嚟，你會知道啊！我食緊啲好有營養嘅嘢。其實我除咗行低糖，其實呢一排我仲開始咗斷食。我之前其實試過168斷食，好多人都知啦，16個鐘唔食嘢，8個鐘食嘢。咁我呢排行嘅咧係106斷食，即係18個鐘唔食嘢，6個鐘食嘢。我感覺係非常之好，因為我個人咧唔係經常性會肚餓嘅，同埋我都幾懶諗究竟要食啲咩。總之有嘢俾我食，我覺得營養又擺得入口咧，我就會食噶啦。咁所以喺嗰6個鐘可以食嘢嘅時間咧，我基本上就係食呢啲咯，即係比較有營養嘅 around 6
兩餐到，一個星期七日，我大概有五日會做呢個18:6嘅斷食。我自己大部分時間都是 work from home 啦，有時候湊 BB 啊，做嘢都難免要捱少少嘢，再加上有 BB 之後 ，even 我而家已經卸咗貨成8個月，但我覺得我對甜品甜食咧個興趣係大增，即係間唔中做嘢壓力大啊，好攰嘅時候咧就會好想嗌杯珍珠奶茶，食件 cheesecake 咁樣，咁然後拍拉麵嘅試食片，我上個月已經拍咗2條，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原來吸收得太多呢啲糖分咧，係會令到我哋肌膚加速咗成個糖化嘅過程，導致我哋皮膚入邊嘅膠原蛋白變黃變。亦都會失去水分。咁我咁大家如果留意開護膚品嘅話，你應該都知道 Olay 咧，其實由舊年開始已經提倡緊幫皮膚抗糖化。咁佢哋最出名嗰支抗糖精華咧，舊年開始真係紅到不得了。其實都 kind of 掀起咗一種，如果你要亮白，就要先由抗糖做起嘅養膚概念。所以今日咧，唔單止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 Olay 嘅固定班底抗糖精華之外咧，今年 Olay 仲有新成員，就係呢一支抗糖水。呢個我已經試用咗就嚟半支噶啦，默默地。其實我自己都成日喺片入邊講，好皮膚咧真係離唔開保濕。所以我好中意 Olay 呢個抗糖系列，佢係保濕同埋美白一齊做，先可以做到一個長效嘅亮白效果。咁呢一個抗糖系列入邊咧，係一個好權威嘅抗糖成分，叫做蔗糖素，仲有5% 嘅黃金濃度同埋99% 高純度嘅維他命 B3。咁呢一支 Olay 今年全新嘅抗糖水咧，其實就可以放喺我哋 skincare routine 嘅第一步，幫我喚醒翻皮膚啦，打翻開啲吸收營養嘅滲透通道，所以咧就可以令到後續嘅護膚品咧更加吸收。一支咧就可以做到保濕舒緩亮白嘅效果。咁可以見到抗糖水本身嘅質地咧係真係好水狀，咁滴喺皮膚上面佢流動性都好強啦，拍幾下喺皮膚上面咧就唰一聲完全消失，化成咗好強嘅保濕力。好多人一聽到美白咧就會即刻打個就話嚇美白產品好乾嘅喎，的而且確咧我自己都試過係真係有唔少主打美白嘅爽膚水咧係欠缺咗嗰個水潤度保濕度，但係呢一支 Olay 全新嘅抗糖水咧就加入咗首創嘅322超強保水配方，洗完面之後拍佢上面吸收咗之後咧係真係感覺到嗰個皮膚保濕力係一個即時嘅增加，同埋呢一種保濕度咧可以好持久，而亦都好多人担心，以美白产品其实会唔会好刺激到皮肤咧？咁呢一支抗糖水咧，其实系加入咗一个好经典舒缓皮肤嘅成分，就系甘草酸乙鈉，都同时可以舒缓到肌肤泛红嘅问题。咁所以有时候我出去拍嘢，拍咗一日晒啊嘛，咁皮肤开始有少少轻轻地咧，其实我都会用呢一支抗糖水嘅，保湿嘅同时提亮，仲可以舒缓翻我皮肤整体嘅状态。咁用完抗糖水之后咧，我就会搽埋呢一支 Olay 王牌嘅抗糖精华，加埋一齐用咧，个效果系最好嘅。其实佢哋两支入边都加入咗突破性嘅抗糖美白科技，而最权威、最出名嘅抗糖成分咧，其实就系由百岁莲花提取出嚟嘅蔗糖素 glycosyl。嗱，呢个成分就犀利啦，可以提升1.7倍嘅美白力，同埋阻截79% 嘅糖化。咁所以只有保护我哋皮肤基底嘅胶原蛋白唔因为糖化而变黄，先至可以令我哋嘅皮肤真正由基底去黄。咁再加埋入边仲有好高纯度维他命 B3， 咁就可以帮手净化埋我哋皮肤嘅黑色素，提升肌肤嘅透白度、水润度同埋光泽度。咁大家有眼睇咧，都见到我呢排换咗新发色啦，咁其实我换嘅颜色咧，我发型师都话系几减肤色嘅，即如果你比较偏黄偏黑咧，出到嚟系会超级显黑，托奶啦，跟住大家把口劲甜啦，就话啊呢色其实好适合一啲金发嘅发型，咁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嘅，但系就真系要时刻警惕住自己喺保湿嘅同时，都要顾及到皮肤嘅亮白度。咁 Olay 嘅产品，我谂我同你都用咗好多年，甚至我妈咪嘅时候，其实已经系 Olay 嘅 fans， 系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嘅牌子。咁所以呢排夏天，如果你想揾一个保湿亮白嘅产品啦，我都幾推奧利呢一款。切咗一輪材料咧，其實呢一個咧，我通常係夜晚會食。咁材料咧，其實係好 flexible。你見你雪櫃有啲乜嘢，跟住又健康嘅菇類啦、蔬菜咧，基本上放入呢個湯度咧都會好食。咁今次咧就準備咗3種唔同嘅菇、洋葱同埋紅蘿蔔，咁然之後咧就係啲豆腐。其實喺低糖飲食嘅時候咧，豆腐簡直係我嘅救星咯。因為其實低糖嘅時候咧，好容易覺得唔夠飽嘅。咁豆腐呢樣嘢其實佢好有飽足感啦，蛋白質又好高啦。咁今次我準備咧就係松豆腐，就係韓國煮湯咧成日會用到嘅一隻豆腐嚟。
飲石魔芋咧煮到咁樣狀態，即係其實佢有少少結身嘅。嗱，事先聲明啊嚇，大家都有眼見佢唔係一個話超級靚啊、好 IG 打卡嘅一個餸菜。咁但係真係我成日食啦，同埋佢係好食嘅，入邊嘅營養都係非常之正氣，同埋低糖飲食 friendly 嘅。同埋呢個係超有飽口感咯，基本上我晚餐之後食佢啦，我唔會覺得話好肚餓。咁如果嗰日係特別肚餓啦，或者小巴西會同我一齊低糖嘅話咧，我就會整多一個就係片片白。大家想唔想象到片片白其實都 kind of 係我同小巴西嘅定情食物嚟㗎，超級唔浪漫咯。但因為當時我哋讀緊乳學堂啦，其實上朝頭早班咧，9:00翻學，1:00就落學。咁同小巴西嗰時咧就明明有意思咁，但係成日都要揾啲藉口咁先至同大家一齊食飯，所以就話啊去唔去食片片白啊？邊間好好食啊咁樣。如果我喺屋企整嘅話咧，其實真係冇咁多心機可以醃呢啲泡菜或者少少配菜咁樣整。咁通常咧我想食嘅話咧，我就會前一日上網買咗片片白需要嘅材料先。咁呢啲就係兩人份嘅，全部材料都有曬。咁有啲小巴西唔食，有啲我好中意食，咁就可以自己分配咯。首先落少少紫米饭啦，咁然之后就系好简单，纯粹将你想食嘅嘢咧排晒上去。因为系真系一个好有饱足感啦。好暖胃啦，跟住亦都系超级高纤维低碳嘅一个食法咯，同埋好简单嘅。你雪柜有啲咩切成细条形，整熟佢抌落去，然之后加蛋汁就 OK。其实好难难食咯，呢一个真系。Oita. Wow, Brazil talking. This is like the one that you got in Brazil? Whoa, the true, authentic Brazilian game.我全日都煮自己要食嘅嘢，咁一系我就唔食，一系我就嗌外卖嘅。如果忙起上嚟，咁所以今日重拾翻煮嘢嘅乐趣咯，我都觉得几开心，几充实下。同埋我觉得就算低糖飲食，唔可以话食好多淀粉质，但今日苏花食嘅嘢咧，系令到我饱到而家，冇一刻系觉得好肚饿，同埋啱啱做运动嘅时候，其实都系好够精神。所以如果想行低糖飲食嘅朋友咧，可以参考一下我嘅方法啦，我会食嘅嘢啦。飲食上面低糖咧，都唔好唔记得，其实我哋皮肤咧都好需要抗糖。咁而家咧就可以用超优惠价去入手呢一个 Olay 嘅三步抗糖套装，咁我 set 入边唔单止有最王牌嘅抗糖精华啦，新出嘅抗糖水亦都有一支迷你装，再可以加多两块嘅抗糖面膜，一个 set 咧系超级抵，优惠咧高达69折，而呢一个抗糖套装入边嘅面膜咧系全新嘅 upgrade 版，面膜个质地系超级靓啦，更加薄啦，更加贴啦，仲吸收多20倍嘅精华，一块面膜入边嘅精华量咧就基本上等于大半支嘅抗糖精华，咁成套 three steps 一齐用咧就更加快可以做到提亮啦、保湿嘅效果。咁如果有兴趣，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 set 啦，超级优惠，快啲去入手啦！咁今日呢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呢个分享，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